大不了啊！你别忘了，刚才说了，session 指的是一个浏览器绘画，而且我们刚才看到了，你忘了这个吗？我给你看，哎，看哪去了？哎，这儿看不到了啊！你记不记得我们再去访问 session S 的时候？完了，我得关了它，再给我一个。session 是不能跨项目的呀，兄弟，跨不了。它代表的是一个里边那个，哎，完了，忘了，傻了吗？这不是？哎呀，来，右键检查，network localhost 的冒号6060，对吧？然后 session S 回车。你看人家给你的时候，看到路径了吗？但是你可能会想的是，那没事你就 session 点 get path set path 呗。你看一眼有没有啊？session 点 set 有吗？没有，就是这个路径你是没法改的。你看这儿，人家是不是指定了你服务器下面哪个项目？这不是我来指定的。如果按照刚才你那个说法，就产生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我在当前我这个绘画里面所产生的数据，对吧？那么被另外一个这个，虽然说我们两个是同一个服务器的项目，那么你要知道的是，第一，我这台这个数据，这个客户端访问的数据，如果被了另外一个项目去共享的话，你得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啊，一个绘画指的是一个客户端和一个服务器，对吧？那我再打开一个浏览器，或者说我再打开一个天猫这个项目，再去访问的时候，这两个 session ID 在服务器眼里是两个连接，而 cookie 是存在哪儿的？客户端。所以说，存在这个存在客户端的，你是可以控制说，哎，这两个人用的是同一个客户端，可以传过去。但是 session 是什么？session 是服务器只要认为你这个连接在我这儿没有进行过二次访问，或者说只是第一次访问，那么我会自动给你一个 session，那不就类似于多线程吗？今天我打开两个浏览器访问的时候，不就是两个吗？能理解我这意思吗？所以 session 更能体现的是什么？是在一个项目下的数据的资源的共享。而 cookie 你可能想的是 cookie 都能存，为什么 session 不能跨？因为你 session 是服务器端的行为，而我们 cookie 是什么？浏览器端的。你说的是有一个服务挂了，还是服务器挂了？你再去说一具体一点儿。就是假如我访问淘宝，然后是他某个节点，就是假如说他你访问的第一次是北京的，然后挂掉了，然后你要再，那不就是这个就不能用了吗？对呀，那对呀，那当然了。但是你要知道的是，人家服务器可是有一个监听的，就是如果有一台挂了，这台人家是待命的。但是你可能会想，那 session 不就没了吗？对吧？好，问题不就来了吗？这就为什么说 session 依赖着谁？cookie 啊！你想想，我们自动登录的东西一定要存在 session 里吗？不更理想的状态是让你存在 cookie 里吗？当然，你也可能会说，老师，那万一我 cookie 禁用了，然后 session 崩了，那怎么办？对吧？是不是？能听懂我这意思吗？就是我 cookie 被禁用了，我的 session 也因为刚才你说的某个节点在连接过程当中挂了，对吧？那你可不要想着说它用不用再去搭建到另一个连接上去，绝对不会。那当然，你说到四阶段了，肯定有没有这种场景，肯定会有一个解决方案，但是你用 session 来解决，肯定是解决不了的。能懂我这意思吗？因为 session 是这样。你像刚才一样，我就把它哪怕把服务器重启了，你会发现这一次的 session ID，在我没关闭窗口情况下，你没发现 session ID 也是个新的吗？但是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也是个节点挂了，因为啥？我服务器都重启了，对吗？那好了，
那我们说，如果你在保持连接的状态下，说某一个节点挂了，但是你要别忘了，就是我存在这边的这个存在这个 cookie 这边的 session 可是没挂的，对吗？啊，那当然，你说服务器那边因为有一个死了，有一个起来了，那我们说这边再去搭建连接的时候，你这边的 session 肯定是要给一个新的嘛，但是你的 cookie 可不是啊。对呀，你 cookie 还是那一个，你忘了 cookie 是可以存在我们本地化或者是你浏览器的呀。啊，好了，那各位注意了，这东西我可没干预，我也没法干预啊，我没法干预，好吧。行，那我们再往下来谈，各位如何删除。其实这个删除不太确定啊，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叫失效，叫 invalidate 啊。那比如说我现在这个 session 是有效的，是不是1800秒，那我可以创建一个 serverlet， 这个 serverlet 叫什么？叫 clear serverlet 啊。然后呢给它起一个 value， 这个叫什么呢？就叫 c clear s 吧啊，是不是有冲突了啊？多 get request response 啊。然后呢我们说在这里面要做的事情就是干嘛？是不是先获得一个 session 呢？那你刚才已经知道两个 serverlet 获取的 session 已经是同一个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这个拿的 session 也是同一个呀？那我说这个是为了让它失效，怎么失效呢？就一个方法叫 invalidate， 让 session 失效，明白这意思吧？那这个我们各位想看一下的话可以，但是你一定要理解明白什么叫失效，什么叫超时。因为你失效的话，各位是我主动在让它失效，对吗？你重新部署一下，还是老规矩，访问一次 session S， 我把浏览器关了，啊，讲 session 时候最痛苦的就在这儿，他没啥事就关它，没啥事就关它。光说我这要换电脑，办公室有个同事，我跟你们说各位，买了那个16寸了，总在我眼前晃，你们理解那种感觉吗？然后还跟我说，刚才你过来闻闻，过来敲敲，过来摸摸。唉，没钱。好，有 ID 吧？然后各位注意，我再检查一下。来 ，network。然后我把这个 localhost 也打开啊。高级网站 ，cookie 查看 ，local， 哎，有吧？有没有？有。好，来紧接着来，各位注意 sessions 是吧？然后呢我现在不关啊，我再访问一次，那这回我访问的时候是不是该我发送 session ID 了，对吧？然后呢访问 gsvs 也是可以的，有吧？那这个时候我访问 clears， 注意 clears 回车，注意我是不是还发送了个 session ID 啊，对吧？好，那各位注意，我要是再访问一次 clear s， 你说能不能再发送一个过去，再回车再看，别慌啊，你再到这边再一刷新，哎，删了吗？没失效。而且你看这个 728BA， 你看是不是还有，对吧？有问题吗？哎，对呀。但是我问你，那如果说是一定是浏览绘画结束，那我的 session 点 invalidate 还有效吗？那不就是个摆设吗？但是我问你各位，发现问题了吗？我那边设置的失效，我再访问一次 gsvs 去从 session 里边拿值，却怎么样？拿不到了。而且你看在 GSVS 里边拿的那个 session 的 ID 和之前那个还一样吗？不一样。所以失没失效呢？失了。记住了各位，这叫失效。失效并不代表什么，并不代表你在这边看到的 session 一定是瞬间就没了。那最理想的状态，其实各位你的想法不就是，老师你这边掉了 clear s， 这边一刷新刷没了，是这想法不？不是，明白我啥意思吗？明白啥意思吗？
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失效指的是你整个 session 都失效了，但是你在进行访问的时候，人家是不是又通过了 request 的再给我新建了一个 session， 但是那个 session 里边是没有值的呀，对吧？好了，那这是删除。那么删除还有一个是谁呢？超时。那么默认我们刚才说的是30分钟，我等不了。各位注意，我等不了，那怎么办？我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秒的方式去设置，一种是以外边的 Xmail 分钟去配置，随意你可以选。那比如说第一个吧，各位 session.set max in active interval 这样的一个方法，是不是设置的是20×60？20×60，1200×60，20分钟。嗯，不对吗？20，咋了？你20×60就是1200，1200再除以60不就20吗？你说王华这人多恶心，他说他吃饭吐进吐，吃完之后吐出来再吃进去。啊、哦，我的天呀、啊！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哎呀，太恶心了！你这个人，我真醉了。你个姑娘家家的，你竟然如此之……唉，好了，来个，那各位这样吧，还是在现有的例子上我们改吧。我们在 session serverlet 里面是不是设置了一个 session？ 那我们说默认时间是不是30分钟？好，那我在获得这个时间之前 ，session.set_max 这个可以吧？60秒是1分钟，那我设置个20秒吧，行吗？这个是秒为单位，对吗？好，那么我们说秒为单位，那将接下来我在打印 session.getmax 这个方法的时候，打印的是什么？打印的是不是应该是20，不再是1800了，对吗？好，那我们来体验一下。session s 推车有吧？20，然后注意 gsvs 好有吧？注意我不动了，咱就等它20秒。好，差不多了啊。哎呀，这20秒我应该给5秒的，但是我刚才想了5秒，可能我连话都说不完就过去了。3 4 5 6 7 8 9 10，差不多了吧？好，你看着各位，我再通过 GSVS 去拿走。哎，这你不甭管20秒还是30秒了啊，反正我现在失没失效，失效了。但是各位注意，这个是不是相当于在有限期内，而 invalidate 那个是什么？是不是立即失效，对吗？那不就相当于各位，它俩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无论你有多长时间都立刻 over， 一个是得等一段时间内空闲，是不是？那如果说你在这个20秒之内一直在操作操作操作，那是不是它一直在更新20秒啊，对吧？好了，那么第二个方式叫什么？在 web.xmail 当中去配置，单位是多长时间？分钟。那各位注意，我写了一句话不冲突，那我们就考虑一个问题嘛，他俩谁优先级高啊？你看孔凡瑞在那说肯定是配置文件，我拿2吨屎给你打赌。啊，是吧？他自己说的啊。啊，好了，那各位注意了，哎我去，刚才说的有点味儿啊。好，那各位注意，我们配一下啊。来，外面 XML 里面注意啊，我的妈，这标签这么多。这个标签啊叫 session config 啊 ，session config。然后这里面的标签就设置一个就可以，叫 session.timeout。好 ，session.timeout。那一分钟，咱们就设置1分钟，行吧？那我们来试验一个事情，咱一会儿就读秒。
20秒之后我再访问，如果 session ID 跟刚才是一样的，那就证明20秒是没有效的，对吧？一分钟是有效的。但如果变了，那是不是证明20秒是有效的，一分钟是无效的？ Perfect。 哎呀，咋了？我这边设置了呀，兄弟，这不20秒吗？啊，其实也不用那么验证，你一会儿打印 session get max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得到了？他那样的话，那两吨不就没有意义了吗？我给他合上，啊，这个今天晚上学台发红包庆祝一下孔凡瑞这两吨。三生 S， 你看人家张如钦在旁边面无表情，两吨，哼，八吨。好了，三生 S 走，有吧？好，来看吧。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差不多了吧？啊，来 ，G S V S 回车。谁有效？为啥呀？两吨可输了。我一想，接下来这一年十年内，孔凡瑞不用干别的了。嗯，真香。好，各位，我问你们，啊，为啥它有效呢？其实很好理解 ，Web 点 XML 是不是你这个项目被搭建、被加载之后就开始这个初始化了？但是你后边在创建这个 session 的时候，是不是就做了二次修改？其实换句话说，就是它是第二次做修改，所以它会覆盖掉之前那个时间，对吗？啊，好了，这是一种情况。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各位 session 失效的几种情况。一种是主动超过了什么设置的时间，啊，不，一个是超过了设置的时间。第二就是主动调用了什么 invalidate， 这是不是主动的？好，第三个就满足了刚才这个咱们学委问的服务器主动或异常关闭 session 就会失效，好吧？听明白了吗？那连接挂了不也相当于那个操作吗？是吧？所以注意了各位，哎，浏览器关闭并不会让 session 失效，我怎么写的这么一句话？我是写错了吗？啊，对呀，浏览器关了，服务器那边那些，等会儿，你等会儿，我为啥写了这么一句话？我想想啊，session S， 来各位注意，我清下屏啊，咱们走一遍，来session S 回车，这个 ID 吧，好，关了，来，这不没事儿，验证一下，我就知道那句话为啥写在那儿了。来，哎呀，六十秒够了，这个叫 GS VS。哎，还没访问呢，你看失效了呀，是二十秒了吗？那我给你注释了还不行吗？session S， 来关了去，这么烦人呢？回车，哦，回车，有吧？好，六十秒啊，然后 GSVS， 这是有值的吧？对吗？好，来各位，这路径我复制一下，关了，来再打开。来，嫌弃谁呢？回声，你看失效了吧？哎，我当时为啥写的这句话来着？不，啊？不是，我想一想，我当时为啥写了这么一句话？不是，你别忘了，各位，你默认的时间是这样的，就是你的生命周期是不是 max age 它没给啊？那没给不就满足了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情况，就是什么？你 cookie 就消失了嘛？但是你 cookie 一消失了，你的 session 不就没了吗？我
我当时是怎么加的这句话来着？如果当前已经包含了筛选 ID， 服务器会检查到与该筛选相匹配的信息，如果存在则直接使用该筛选 ID， 不存在则会生成新的。那我在浏览器关闭的时候，它依赖的 cookie 没了，但是我现在验证的成果就是失效了，对吧？对吗，各位？session 是依赖于我们 cookie 的，但是 session 是存在服务器那边的呀。嗯，我想起来了，是这样。这个地方加的这句话是这样啊，浏览器关闭并不会让 session 失效的意思是你留在服务器端的这个 session 是不会失效的，但是你关闭了浏览器，你再发送一个请求，这不是一个新的吗？而新的请求是不是又是一个新的 request？ 那你新的请求里面再去 get session 的时候，那肯定是没有的嘛，然后再去依赖了一个谁 cookie， 然后做的一个传递嘛，对吧？所以是这样一个逻辑。我突然间想想，我懵了一下，刚才我说哎不对呀，对吧？所以这是一个特殊情况啊。